你不是说要收拾一下吗？Yes。我不是怕你着急吗？嗯。进来吧。挺认真的呀，行，你好好记，我好好教啊。可以开始了。我早开始了呀，从我放音乐的那一刻我就开始了。你可不要小瞧音乐的力量，我们老田家的冰激凌呢，可是有灵魂的。这可是独家秘方，记上，放音乐。那你上次怎么没有放？我放了呀，我在我心里放的，我能听得到。我是怕你听不到，特意给你放的。记上，记上。谢谢啊。哦，我只是怕你的头发掉进冰淇淋里。啊，自己搅吧。啊，上次我弄坏你飞行器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在清月山侧飞啊？对。那我以前去画画的时候怎么没看见你啊？这跟做冰淇淋有关系吗？怎么没关系啊？哎，搅搅搅，一直搅，都搅稀碎了还搅。先倒两杯脸。
面？20分钟就好了。你弄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就两清了？对，两清了。嗯，我走了。算扳回了一局，帅气的转身，不留一丝余憾。唉，还是被我的可爱容貌所打动。他家怎么会有头绳呢？他一个大男人家，怎么会有头绳？难不成他有女朋友？喂，李迪，怎么了？喂，你在家还是在店里啊？在家呀。在家干嘛呀？走，咱打球去呗。哎，不去了，昨天晚上我没睡好，我得补个觉。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？洗衣做饭刷剧，自己跟自己玩呗。哎呀，我不跟你说了，太累了，我得赶紧睡觉了。好吧，那你就好好睡吧。好，拜拜啊。拜拜。哎，都赖你，害得我一天都没精神，什么事儿都干不了。算了，反正也扳回一局了。嗯，我们两个就两清了，怎么做不出它的味道呀？我知道了，只有他做的才行。